论色贵宾啊，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年真的是有很多的感动了哈，在不知不觉也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的福少的情形底下呢，然后就接任了这个主委的职务哈，那真的是赶鸭子上架哈。那么在四月份吧哈，我们的前主委阿达，我们大概基本上反正有什么事情就是敲他的哦，不管跑去他家也好啦，或者是占用他们家的社区也好，或者是在他们家旁边的小吃也好。既然讲到成果发表，我也来讲一下认识福少跟福少的成长。好，那完全没有概念，然后阿达就开始又塞又灌的哈，然后我也一直挖了哈，所以我当时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像我们的前主委阿达这样子哈，基本上就是不是像我们阿Z刚刚讲的口袋深的问题而已，那个根本就是什么时间，因为每一团都要去跑他们的例会，跑他们的团庆，跑他们的服务活动，然后呢，今年总共有18团。在运作，那这18团呢？不管你他的例会啦、团庆啦，从12月，从7月15号，如果我不多讲几句话，我怕我们福少没有被看见啊，所以我们的大哥一直强调，福少一定要被看见，一定要认识。在7月15号，当时的环境是7月。整个教育部的学校对外开放的禁令是到7月14号才停止，所以这个禁令到7月14号，15号才开放可以对外。所以我很感谢综合高中的柯雅玲校长，7月15号他很大胆，他就开始让福少来办乡间欢。接着7月25号，他也提供了场地，让我们完成了今年的 DTA， 就在这个疫情解封，可以开始有大型聚会，所以这个就办了2场。然后接下来，在这个9月5号，我们又联合职业参访，那我们就包了游览车，然后就浩浩荡荡的那一些我们的团员可能还不清楚。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很多的梦想，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实际化。然后到了这个圆通 Rubber PP 的工厂，开始去知道了所有的这一些这个各国的语言、商业、法律、人文，还有他们的口味饮食的方式。那么到了9月19号，又在我们。这个执行长很多TC 的策划底下，我们又跟七分区还有各团我们又到了这个乐山教养院老妈去做中秋陪伴，陪他们聊天，陪他们玩游戏，表演给他们看，然后把食物弄好去陪他们一起吃。所有跟老妈的互动从早上一直到下午。那又到了10月17号，我们又在崇光又办了联合例会。到今天，前几天我还在担心本土案例出来会不会停止，那想见的是天公很作美，今天没有下雨，除了太阳，所有的一切都是很开心的。那在此之前，我发现我们的福少团从阿达诸位开始来奠定这样的一个基础，走过这样的足迹，那我们开始越来越深化，我们也越来越广度，我们也越来越把我们的福少团做得越来越好，福少团员也在每一次的活动当中都慢慢的接近了福伦社的规格，福资开始来成长。所以我们看到了福少团的
成长，尤其在前几天今天的这样的活动，各团分配各组，然后呢开始不断的联络协调沟通 round down 这里面的所有的内容，我发现整个福少团不断的在成长。我们看到了，因为我们有联合例会，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福少团他们自己会去例会，因为我们每个月有团密，所以我们紧锣密鼓的在安排了前面包括今天的六场活动。我们在明年的三月、四月、五月，我们分别还会再办例会、办联合服务、办最主要我们的 Happy Ending 年会。所以五月份的年会，区代以及团密所有的干部也都开始紧锣密鼓的在策略计划。我们希望能够把年会，将我们今年，我也一直跟我们的团密的这一些，我今年的这些 partner， 还有我们的委员会，希望在这365天里面，今天过了，你不会再回来，所以只有把今天我们所有一切在舞台，在自己所经历过的，在自己的际遇里面，都不要去错过，而且能够尽力的把它做好。因为你今天的因，你后面会有善果，所以我们好好的把握当下，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们的委员会不断的在成长，看我们的委员也开始都分工合作的一直在做，看。因为有办联合服务，因为有办这个我们的这个职业参访，所以各团各辅导社的 uncle 也开始带着我们各团去做联合服务，然后去办例会，然后呢团庆把它办得更像福伦的样子，然后也带着大家去做职业参访。因为地区的领头的带动，所以呢可以让我们各辅导社更跟福少团有更多活动能够紧密连结在一起的机会。那既然我们做了这么多，也既然我们有这样子在一起的互动，所以也要被看见被认识。所以我也很感谢子欣他在 IG 跟所有的团长团秘大家一起在 IG 里面一直大量的来把我们的活动一直去曝光。我也很感谢我们委员会大家一起想办法在我们的PP Young 他也成立了 FB 的粉丝团，只是希望让大家赶快看见福少，看见福少团的成长。接下来我也一直在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团秘团员都能够将每一场的心得好好的记录下，然后在我们的总监阅刊。那今天的活动，我也很谢谢我们今天的常态一直都跟着我们一直在跑的小金，那会把今天的所有的活动做环节。等一下的成果发表，不管好不好，我至少我都请我们的各团先求有，再求好。只有现在你们出发，后面的这个学弟学妹他们能够不断的发落，哪怕只是1%的成长，哪怕只是一点点有任何正面的成长，你都可以去影响到你们的同学，甚至我们还有团员他们到了偏乡，将他们自己的所学回馈给偏乡的小学，去陪伴他们成长，去回馈这些小学生，告诉他姐姐哥哥以前在小学的来时路，然后怎么样陪伴他们再去成长。这样的正面力量的牵引，包括我们的福少团员未来不管是到了福清，或者是到了福伦，或者是像我们 Evers 所提到的享受各种福伦的资源，到最后面他们能够再以正面的力量来去回馈社会，我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正面循环。所以我们的福少团员肯定值得我们在任何的一场活动
享有安全而且舒适的场地跟规格。团员，你们要不要为你们自己一个掌声？谢谢。我也希望我们的团员能够好好的支持你们的团秘干部，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的在举办每一场活动，不管是各团或团与团或地区的各场活动。在这边我非常感谢，如果没有Uncle Andy 辅导社的支持，如果没有委员会的支持，如果没有学校师长们的支持，如果没有我们团员大家齐心努力，共同来努力打拼，说真的，我们的福少不会越来越成长，这是缺一不可的元素。所以要如何去兜拢这所有的元素，都要靠大家齐心努力，能够为未来的社会，为现在的自己。不管你们现在学业有多重，安国每次看到你们团秘完晚上回去，尤其天气冷冷的时候，然后又背着厚重的书包，还要再拎个袋子的时候，安国每次除了问你们吃饱了没有，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再问你们什么。但是呢，我相信我们跟团秘之间的互动是很连结。在这边我希望今天的所有各团的成果发表可以的话大家好好的欣赏，因为大家都努力了。那么在晚上我们会有很好的一个 party 的回馈所以大家好好的享受。那欢乐之余大家记得将我们在福人所承受的资源能够再以这样的正面的力量再转换出去然后呢，让每一个身边的同学包括回去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你们的父母家长，否则会影响不好意思我有一点被影响到了安口话说太多了，因为我每次跟你们在一起，我总是话很多，都讲不完。在这边除了感谢刚刚所有的这一些辅导社、学校团员，我最后感谢我的委员会，然后能有阿达的基础，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足迹。谢谢大家，我也希望所有的与会的同学都能够学业猛进，然后呢。